好，我是小航，我来了。我妈妈买这快递呀，一个月才到，就是有点小啊，不知道里边是啥呀。那你不要你就给我啊。不行不行，我得看看里边是啥。好。胶带，哎呀妈呀，哇，这还有这种胶带，在上面还有故事啊，还有故事呢。玫瑰公主，这是，这是四款最新款的，大家要求给小航买的。这是小飞侠。这是玫瑰公主，小红帽，这是匹诺曹。来看看，我没给孩子买整环的，整环的那种小孩用不了。能用了，太多了。能。小红帽，这回又这几新款都回来了。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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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都不想给你买了，要不是粉丝们说了话，哼，小孩你的贴纸你就到此为止了你啊。不要啊。小飞飞。鸡皮狗跳，最后一个玫瑰公主。玫瑰公主小韩很喜欢，粉色的，粉粉嫩嫩，韩很喜欢的粉嫩嫩的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，那咱们就给它粘上。哎，这一回来你非得摊还要整，可以不粘的？不可以，你的小马手都已经贴满了，这还有一盒。这女孩真漂亮，玫瑰公主。整完了，来给大家看看你的成果。玫瑰公主，这是玫瑰公主呀，这是匹诺曹，长鼻子的匹诺曹，小飞侠，都能粘住两张朵了。这是小红帽，哇，这个离心纹也快没了，这不是小韩没了吗？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。嗯，所以贴纸已经完满一本的了，不用再买了。又买，这里边都是小麻薯嘞，看看，大家给你们看看，这么看，给出了后面的，哇，看到了吗？这么多了，小韩你啊，这么少。还这么少啊你啊，够用了啊。我真的好幸福，满满一本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想让妈妈买什么样的贴纸，通通说出来吧。拜拜。不用说了，拜拜。赶紧说吧，赶紧说。不用说了，再见。